喺150多年前，有一个伟人讲咗一番扣人心弦嘅说话。佢话：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作的会嫌太多吗？这就是伟大的宣教士大德生的名言，他的话一直回荡人间，发人心醒啊。学校基督传大爱，使命承担，作主兵啊。大达生彰显主我一生情尽倾，走访穷乡村径，关怀问疾苦，全港福音已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深入内地宣扬福音，到处留下脚踪佳影。鞠躬啊尽瘁，忠啊正，为主作证啊并，无悲失福惨，全流在镇江，深深啊守之敬。他爱上看到乱世间性命归丧幽冥，一心一意定将福音广传到乡关镇令，他热切救赎云霓，不管征途多波折，哪怕空途行凶险生命，至真朝夕去救情，舍身以爱救赎人灵，终有战火炮声已闻名，哪怕疲倦带伤病，报道人心得苏醒。他成立内地会期间，不断求神差派宣教士来华，从祈求10多人至超越100多人都蒙神应允，从公捷两地扩展到11个省份去广传福音。他说：我们不要局部的靠神，而需天天时刻服侍神，彻底仰赖神的信实啊！仰赖上帝全能神属性，工人请差应，圣灵激动内话尽精益多
番投稿当晚看得清上帝信实奇迹从有见证他宣教奔波中影数十再不休停一生为主名高龄在访时得蒙主治灵他最后一次探访长沙上午向中国传道人讲话晚上就安详地被主接去认为他往日满爱情心他功亲力前望我忠心献马臂赢得世间尊敬由众祷告向神倾创立内地差会听从主分命令向万民传讲圣经切切祷告不义已经终有危困险情或有资金短缺上帝信实必供应啊妻身故热泪盈是妻情怀困受刑唯靠诸恩慈爱呼唤抹去泪眼睛重拾心境再添马劲戴德森牧师离世后内地会宣教事工仍不断发展他的后人百多年来继往开来成全使命广传福音无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忠心事主美好见证方兴啊内地会宣教多赞清神祝福千世未曾听万千宣教心用血泪拼人欲福音过满盈看今天赞永主歌声向切故乡大地唱声神作工岂可康兴感激宣教士共敬不少来华宣教士为主牺牲摆上他们带着爱将我们的心灵唤醒啊
怀念往昔先烈情和义，全港旧恩将爱倾，让世间得几多爱共庆，尽照耶稣大使命。众心宣教事，在我心中满爱荣英，赐耶稣之爱全领，孝主将爱传。